挑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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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人是要挑什么挑？挑什么挑？没有关系啊。挑什么挑？今天呢，我又找到一位常常会出没在新生篮球场的灌篮怪物。我们欢迎黄世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世伦。哎，挑一下。你真的要跟他挑？我没有跟他挑。那我现在介绍一下黄世伦，真的是哦，很会打篮球。看你频道几乎就是三分之一健力啊，三分之一健身，然后三分之一篮球。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做这个频道，我会喜欢健身，是因为我想要借由灌篮的训练，让我跳得更高嘛。所以要灌篮就要健身。那健身的过程中，觉得很帅，所以后来又开始健身。可是我过程中还是不停地分享说，要怎么跳得更高这些训练，所以也是有在训练。那后来又接触了健力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跳得更高的话，可以去世伦的频道看一下，它里面真的教很多，就是它是怎么从。不能灌篮，摸高三百公分到330公分。对对对对对。Okay, 那我们等下二对二要怎么分队呢？等下二对二要分队的话呢，我们其实今天会有一个测验，要先检测一下我们四个人的身体素质，篮球运动场上的一些综合能力表现。对，所以今天会做四个 NBA 的检测项目。NBA 检测项目你知道有什么？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横向的移动啊，短冲刺还有跳高。对，没错，你基本上讲完了啦。对，基本上差不多了。既然有检测呢，你怎么那么开心？你想到今天要虐我们了，所以很开心。既然要讲到检测，当然是不会是由我们来检测，就是由专业的人。那所以请到我们今天的检测教官，调一下。OK 的。好，你好。那想问一下教官，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 NBA 的检测项目？那这个 NBA 的检测呢，它是 NBA 每一个季前，它在选秀前会举办一个联合试训。那它这个联合试训过程当中，它就会去让球员去评估他们的动态天赋、静态天赋，还有他们可能会打一些比赛，让这些球探或者是那些教练知道说，我未来要选什么球员。因为不是每一个球员说，我在大学段就非常受到瞩目。可能会有些二三线的球员，他有打一些比赛，但是可能成绩不同，没有办法比较。那希望是透过这些联合的视讯呢，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让我们的教练、让我们的球探去知道说哪些选手是他可能有更上一层的潜力，是我没有看到的。那想问一下教官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做哪些测验项目？主要呢就是测两大项，垂直的跟水平移动能力。那垂直的就是助跑跳摸高、原地跳摸高、四分之三场冲刺、禁区敏捷性移动。还有呢，反应性折返，那我们就一样一样来。对，一样一样来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一关考场。那第一关呢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下，有三个看起来很像是灯的面板，所以我们第一关算是反应力的测验。对，我们第一关会测我们的折返能力、变向能力，但是会加上反应。灯号呢会告诉你，待会该往左或待会该往右。不确定，所以依照你的反应而决定。哦，谁先？你要当极限球员，你先就看这个，你先。好，我先为大家示范，设立一个标杆。我先设立一个标杆哦。来，准备搓啊！我靠，他不就没有搓伞吗？好，准备。真认真的，上课。看过人家穿溜冰鞋做事，那个遮掩。好，可以做另外一个。难度哦，也难度。是的。好，预备。很快，很快呢。你干嘛？你要跑出去啊！出去！不敢一点，就是这个吧。比他上很省力。因为我知道他不敢一点，所以我就不跑。哦，
是抓你专门抓 bug 的。对。对啊，你这样子上不了 NBA。好，周定威，比克大魔王。好，预备。我好像应该说 OK。来，预备。前面空间，前面空间。哎，他就说，我刚也想猜，他说不让你猜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第一关测验结束，我们请教官来公布一下大家的成绩。我先念成绩，然后大家再猜猜看。哦，这样子是怎样羞辱？是不是？好，3.90秒，然后反应时间是0.67，哦，0.67到0.6左右上下都是算还 OK 的。OK， 好，总时间大家可以猜猜看，这是最慢的3.9。对，算蛮快的吧？3.9也很快的，而且反应时间是 OK 的，反应时间是 OK 的，只是动作是偏慢，偏慢。人老了，感觉又不一定是你，这不是你，教官直接公布是谁？好，那是波波哦。第三名是3.77秒，总共3.77秒。那反应时间是0.70，算中间偏慢，速度很快，但速度还行。这个是谁 ？OK， 好，是该一。第二名就是我们的 Mice。还好，3.35秒，反应时间是0.76。啊，这么慢，因为你都用猜的。哎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两个反应输。哎呀，他们用动作比较快，对，动作补偿回来。你是动作赢我而已。你刚好都看到灯对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是真的刚好，我就是太一抬头就有，我就是太强。对。那我们的四轮哦，最快哦，3.05秒。哦，好快哦，好快，而且这个反应时间有到0.49。哦，算是我们在测反应过程当中测到前几块的。因为像通常他们篮球选手，我们也会测到0.5几出头的，对，0.49啊，3.05。那这个测验呢，主要是我们在测我们篮球专项移动能力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动作上面，我们在这个测验里面会做一个冲刺、横移、倒退跑，再做一个横移折返、冲刺、横移，再倒退跑，跑回来终点，对，就算一趟。我们一样也是看秒数。对，没错。秒数，反正就是我们想办法把秒数拉到越低越好。对，没错。那在动作上面有一些规则，在横移过程当中，我们都保持身体面向前方，脚步不交叉。那我们待会就可以来试试看喽。好，来预备，Go。稳了。有快，这个会被选秀选上哦。你们训练师可以多跟他聊一点，他现在讲不出话来。是啊，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我会反的。对呀。谁是川子浩？我的天哪！暖暖的，最喜欢的，这就是四楼的温度吗？
是年轻的肉体吗？哎，超强，差点跌倒，最后会真的会差点跌倒，超强，没有，还是要完美，你刚才完美了。那我们来公布成绩哦。好，来，第四名15:99，盖伊。真的，我赢了15:99。哦，接下来是14:90，哦，险胜哦，险胜哦。波波，耶！哇 ，OK， 好，那第三就是我们的 Miles。3:31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第一名又是我们的有没有破十三？有没有破十三？第一名是12:25，哇、整整多一秒，不要小看球场这个一秒哦，其实会差很多。没有，他压力太大。对，他今天有，他其实肾上腺素已经爆发了。但我们等一下还有两关，对，我们还有两关哦，我们还有一个爆发力的测验，是四轮强项，然后还有冲刺。我后来发现哦，球员每次体测的数据都好像。比较低，原来是因为前面做了这么累的事情。我们这个测验呢，就是在测我们的直线冲刺爆发力。很简单，我们起点就定位之后，起点就定位之后，听到指令 Go， 就直线往前冲刺，冲过对面的光闸，不要减速。等你冲过去之后，可以稍微绕一下一百公里的速度，但中间不要减速。OK， 好，就是用你尽你的全力完成这一趟1/4场。一样嘛，秒数 越快的，对，没错，零到一百处，来喽，预备，我准备好了 ，Go！ 哇，哎呀，我赶快呢，怀念呢，全场都，哇，哎呀，我赶快呢，怀念呢，全场都。拉到了，不可能吧？该又怎样吗？拉到了，高腰，哇！早知道不要给他换鞋。没有，这部影片拍到这里吧。我今天测验到此为止。该还好吗？啊！不太好。真的啦，你这个因为它有声音出现啊，我很明显刚刚跑到一半的时候有那个嗲的感觉，你还没到的时候就有，没到，我就看你脚有点收住，先冰敷一下。看你以前有类似的经验过吗？哦，有一次把人家弄痛踢，是吧？撕裂感。有一次那个踢跟人家对练的时候踢高鞭腿，然后踢太高，踢太高，然后拮抗的那只腿屁股那边应该也是拉到，也有飘吗？那次也是，那个也是没好，那也是旧伤啊。是哦，啊，那个同脚吗？没有，左脚好不了哇。那有平均吗？不是你，谢谢。这是什么啊？医生说蛮长，所以他说我可能一两个礼拜可能
走路都会痛，你要撑着拐杖之类的，后续再去复健科看看要做什么处理这样子。肌腱萎缩也是比较麻烦的，就是肌肉纤维多一点，它就是不会好好的，就变成不是肌肉组织了。最后呢，感谢健基运动科学，就是支援我们拍摄一个这么有趣的运动科学检测。那今天你就先到这边，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。